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。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苦无药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成被爱的味道。今天晚上的心事很少，不知道这样算好不好。赤裸裸的天空朝着心头绕，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苦无药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成被爱的味道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成被爱的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欢迎大家今日嚟到第189集啦嘅小米 Mila 与你共聚音乐分享呢一个节目啊！咁咧，我叫小米 Mila， 同喺度同大家打声招呼先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有新入嚟嘅朋友咧，都认识我啊嘛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系星期四啦，吓晚上九点钟呢一个时间咧，我哋非常之开心咧，又喺 YouTube 呢度咧同大家见面啦，都要再講下先嘅，因為我都係驚我啲新嘅朋友，因為近期咧，我見到咧都有啲新嘅朋友咧，即係都有啲私信俾我咁樣啦嚇，咁咧我哋都要再介紹一下啦，咁啊小米咧就冇。逢星期四的晚上九点都会做直播的，星期六就有时都会做直播的，星期六的话我们就会是八点半，以前就会是逢星期四的九点和星期六的八点半的，但是因为现在星期六的关系开始有啲工作啦，开始咧就有一啲演出啊，或者有啲事情咧系要去做嘅，咁所以咧就未必每个星期六咧系可以开播嘅。咁啊，如果我开到嘅话咧，咁我每逢星期六咧，唔系应该话，如果我开到播嘅话咧，星期六我都会开嘅。咁但系咧星期四咧收工翻嚟咧，尽量都会咧同大家见面啦。咁啊喺 YouTube 嘅上面咧，亦都希望咧 keep 住咧每个星期咧最少最少咧都会有一日咧同大家见面嘅。咁啊，啱啱呢首歌咧送俾大家咧就有一首叫做《味道》啊，咁啊嚟自我哋陈生嘅一首点唱歌，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。
咁啊，大家都好好啦，一早咧就已经坐定咗啊，担定凳仔坐定咗咧喺度等小米出嚟啦，系咪啊？唉、哎，咁啊，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吓，等我揾下个 mouse 先。边度？OK， 好啦，望下先吓，我哋有 Water Boy 啦，跟住有陈生啦，有猪猪啦，同埋有阿伟伟啦 ，Willow 督文达，仲有 CK Lee 徐徐 ，Bonnie Mark 盔悟退休初哥，仲有欣欣阿坚 ，Paul Chow 庸庸保护艺人。另外咧，仲有暖之预感，仲有张山、魏匡昌、捞捞，钟雪莹，钟雪莹上次见唔到你喎，你冇嚟到咧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咧，仲有 Simon 哥啦，Jackie Chan Chan， 仲有咧建明啦，水晶妈妈 Pam 哈。凤儿，另外仲有太子福 ，Dolly， 仲有真衣黄毛仔，Kita 哥，另外咧仲有 Thomas 水晶，仲有 Rosina 千瑞，仲有球哥。Hello， 你哋好啊，非常之开心咧，今日又见到大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哋咧准备嘅歌咧，都会有几首嘅，咁啊，跟住咧就同大家唱一啲即时点唱歌啦，去到我哋节目嘅尾部咧，就会同大家玩二选一嘅。Hello， 郑小姐你好，容生 ，Hello， 啱啱唱咗你哋好中意嘅味道啊。好啦，咁咧，有啲咩要讲呢？今日呢呢排都冇乜嘢事发生嘅，呢排都係比较忙碌啊。咁嚟緊呢，大家记住啦，嚟緊星期六呢就唔会有直播嘅，今个星期六啊。咁就记住啦，就冇话哎呀点解见唔到小米呀、啊、因为今个星期六呢有嘢做，咁所以呢我哋要搞歌唱比赛。所以呢就见唔到啦，咁如果你想见我嘅话呢，咁欢迎去到星之动力嘅 YouTube Live 嗰度呢去见我嘅。咁呢我就会喺节目嘅差唔多接近尾部左右啦，就会开始就会出现㗎啦。咁我哋呢当日有20个参赛者，咁如果大家呢想入嚟欣赏下参赛者嘅表演啦，咁亦都可以呢嚟到星之动力嘅 YouTube 嗰度呢去睇返我哋嘅节目啦，同埋欣赏下究竟小米会唱啲咩歌呢，咁样吓。好啦，咁啱啱送咗一首味道俾大家吓，咁嚟緊呢我哋有另一首歌送俾大家嘅。Hello， 志勤你好啊。我今日坚持都係扮斯文嘅，因为我今日呢一身look。我今日呢一身嘅look係需要斯文嘅，所以keep 住扮斯文啊吓，好啦，咁嚟紧咧有呢一首歌啊，呢首歌咧就好耐都冇唱噶啦，大家应该喺 YouTube 上面都可能未听过我唱呢一首歌嘅，好送俾大家，呢首咧都系新年嘅歌嚟嘅，咁啊希望你哋大家都中意啦。听我尽诉心中事，盼驱走你那迟疑。愿银河星星一再涌现，结聚成桥达到月儿。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。双双山里居住，免谣言像火
着思念。当天不应再那份爱当作梦，契机见佢换我，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。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，应该不再会犹豫。梦从头开始不再孤独，结伴同度过此一世。在猶豫，蔡國權的歌，咁啊，有我哋 Raymond 哥一首點唱歌，同時間亦都多謝我哋 Raymond 哥嘅 Super Chat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亦都多謝我哋 Kita 嘅 Kita 哥嘅 Super Chat，Thank you， 多謝你。哎，望下樓上你哋講啲咩先？呢度睇咗啦。Lucky Girl 呢度睇咗啦。哦，欣欣你嗰首我唔识唱，可能要学嗰呢首。不应再犹豫，系啊，冇错，大家都知道啦。爱歌啊 ，K K 话爱歌。睇嚟呢首歌咧，啊、Raymond 哥點得好好、啊、喎，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喎，睇下幾多心心。蔡國權，我除咗上次唱嘅《用手走路》之後咧，咁啊就再加埋今次呢個《不應再猶豫》，我仲有冇其他蔡國權嘅歌唱過咧？我就唔記得啦。不過咧呢一首啊，我覺得即係容易記啦，又好聽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好中意啊！容生都中啊，啊，容生都中啊！啊，呢首歌咧，好似系蔡国权嘅第一首歌，系咩？系咩？佢嘅第一首歌嚟噶，原来，我、哦、真唔知喎、啊、，Water Boy。Raymond 哥就话好正啊，嗱，多谢多谢 Raymond 哥，啊，恭喜容中噶嘛，好好听，多谢多谢多谢阿伟。啊，球哥就话几正喎、啊，系咪都啱你口味系嘛？声音好甜啊，小公主啊，多谢真依 ，thank you。点啊？啊，这首歌是神歌啊！诶，点解叫神歌嘅？美玲姐嚟咗啊？咦，系、啊，嗨，美玲姐，好多集都唔见你啦，你好啊？定系你匿埋咗咧？你好啊，唱得好抒情，好好听，多谢，多谢。啊，首唱收火啦，系嘛？多谢，多谢 Raymond 哥 ，thank you， 多谢你啊！
蔡国权咧好多歌咧都啱小米唱嘅，显出小米温柔嘅声线。多谢花超。啊 ，What's up 就话咧，小米有啊，不装饰你的梦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不装饰你的梦我有唱过，但系不装饰你的梦我好似就唔系唱佢个版嘅，我系唱女仔版嘅。个 key 好似低咗少少，其实都唔算低啦，呢个咧已经系一个女仔嘅 key 嚟嘅。我听翻咧，应该都升咗两度噶啦，两度咯，可以再升嘅，神级正歌嘛。哦，伟手 ，hello， 伟手，你好啊，食饱饭啦，系咪？迟啲唱埋《寒傲此兵》啊，《寒傲此兵》有乜鬼嘢嚟嘅咧？未听过添，听下先。哦，三本一夫你好啊。其实你可以试下唱晚秋嘛，晚秋我有冇唱过呢？我唔记得咗，搵次唱下，搵次唱下。我忙紧练歌，哦，系咪有 job 出呢？唉，恭喜晒啊！唉，即系你话练歌咧，我就觉得好开心啦，因为咧，即系话咧，开始有嘢做啦，有嘢做咧，咁就开心，恭喜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嗯，哇！哇，琪姐讲咁多嘢，记得先。琪姐讲咩？等我睇下琪姐讲咩先。琪姐扫咗阿碧彪哥个 channel 喎。琪姐话咧，小米你食饭，上次曾曾生日会你好好听，祝你越唱越红。哦，多谢多谢琪姐。Hello Ivan， 你好啊。佢就话咧，小米米你唱歌好听，你现在直播，肥仔你好吗？哦。琪姐在碧彪哥的 channel 咧，同阿肥仔咧打招呼、哦。我代你讲 hello 啦 ，hello。啊，Christine 就话呢首歌第一次听，叫咩名字啊？呢首叫《不应再犹豫》啊 ，Christine。小米米叫妈咪煲啲汤水系嘛？我自己间唔时都有煲下嘅。睇下先。第一次为人熟悉蔡国权的歌应该是童年哦，童年是蔡国权的，我有唱喎、啊、童年，我、哦、做定准备先啫，做定准备先啫，有啦，正，冇都讲到你有，有啦，即系有啦，就讲下讲下就有噶啦嘛，所以就有啦。小米听唔到，听唔到添，小米可唔可以搞得个 Facebook？呢度可以打赏 ，Facebook 冇呢样嘢噶喎。Facebook 好似真系冇啊。Facebook 好似你要去我个唔知得唔得添，我都唔知，我都唔知啊，我都唔知啊 ，Alex。Alex， 你之前同我买过衫噶嘛？你可以经过我买衫个方法俾我咪得咯。多谢你先，未俾先多谢呢、這个叫做有一定揾埋你，系咪真噶？多谢你啊，多谢定你先啊，美玲姐。小米几时有机会同小钟上嚟唱歌呢 ？Ivy 问，好 ，Ivy 是非常之中意小钟啊 ，OK， 因为佢问过好多次呢、這个问题，系就系咁嘅，我先回答你先啦。因为咧，小钟咧近排咧佢身体咧就唔系咁舒服，咁所以咧，你见到佢咧，就算佢自己个直播咧间唔少都会停下嘅，咁咧，佢近排咧就听闻好似肠胃炎喎，又系啦，话食咗啲唔干净嘅嘢，咁所以咧上个星期咧佢就发咗烧，咁啊变咗咧，就去咗睇医生啦，咁啊然之后医生咧就同佢讲就要去休息啦，咁所以咧上个星期咧都冇做直播，咁所以咧，再加上咧佢喉咙咧一路咧都唔系太好啦，因为佢系啦，原因就唔讲啦，算啦，系啦就系咁啦，咁所以咧，佢咧都。我有叫过佢，但系佢都推咗我嘅咁样吓，咁啊变咗就有机会先啦，等佢身体好少少先啦，好嘛？好嘛 ，Ivy。再加上咧，你知啦，我有亲嘉宾上嚟都系星期六噶嘛，我自己啲星期六都忙到死。之前啊，曾曾同雪儿话上嚟唱，我都未俾到期佢哋。本身话嚟紧嘅十一号会上嚟嘅，但系我自己又有嘢做啦，跟住平日又唔得啦，因为我要翻工啊嘛。
跟住再之後咧，都可能要等到月尾啦。咁但係到時雪兒都可能已經飛走咗啦，咁樣啊，唔知我唔知佢幾時走。咁啊即係佢就同我講話，希望睇下佢去離開香港之前，可唔可以上嚟呢度做一做直播，同大家傾下偈咁樣，唱下歌咁樣咯。嚇咁啊，盡做啦，好冇？盡做啦。咁係因為有時即係都要夾下嘅，夾下嘅好多都要夾下嘅，冇辦法。Hello， 小輪輝哥做乜滴曬汗啊？腸胃炎有啲多。益生菌幫助條腸。我唔知佢有冇饮益力多，但系咧佢净系食药咧都食饱，劲多药啊！佢有影俾我睇，超多药啊！所以系咯，我哋等佢身体好少少先啦，好嘛？好啦，咁咧我哋再睇下先吓，唱完呢个不应再犹豫之后咧，咁咧仲有边个到咗咧？呢首唱咗啦，呢个唱咗。OK， Sam 哥系咪未到啊？Hello Dominic， 你好啊，有冇人见过 Sam 哥 ？Sam 哥系咪未到？如果 Sam 哥未到咧，咁我就唱咗小明嗰首先啦，因为虽然我都未见到小明，好啦，咁我唱咗小明嗰首先啦。希望我仲记得啊。饮啖水先，唔系等间，好似头先咁样。唉，头先首歌如果我 cut 出嚟嘅话，应该系会有饮水嘅动作喺度。我谂可能有机会。我今晚咪要录过咧？如果出嚟个效果唔系太好，就可能要录过，因为我想剪辑出嚟啊。咩话？益生菌小朋友时代饮得多，大个仔之后咧？就冇饮啦，好啦，原来 Sam 哥嚟咗，哎，但我都唱咗先，俾少少时间你去打招呼先啊，我唱咗小明首歌先，系啊，期待米雪珍梦幻组合出嚟啊，系嘛？唔紧要啊，唔紧要啊，唔紧要啊，真系唔紧要噶，我成日都话嘅，因为其实大家始终都系有自己嘅嘢做噶嘛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有时迟咗啊，或者冇嚟到啊，其实我都体谅嘅，即系我都唔会话因为你哋迟咗或者冇嚟到咧而特别话会唔开心。除非你话我有段好长嘅时间我都见唔到你咧，我就会觉得你咪离开咗我咁样咧，我就会好唔开心啦吓。咁但系有时间唔时咧可能有一两集啦，咁可能都迟咗啊，或者见你唔到啊，咁可能即系你自己真系有嘢做啫。因为讲真，我自己都有嘢做噶嘛，系咪？我都会我做唔到直播，我都会咁啊，系咪 ？OK， 好啦，咁啊呢首歌送俾大家。中不经意再步过，重拾那往昔，足印可以摸。人在冷风中，哭过也恨过，只想这是一场梦，梦醒掠过，没法记清楚。当初跟你共奏那新歌，轻哼出那飘逸，但缺你扶唱我。缘尽已早知，痴想已灭破，只见你默默躺着熟睡。自封魔，不可当玩意。
这误会竟成绝望的大错。记起那一天的你在同途各悲歌，只伤心我未曾像你爱那么多。原谅我好吗，请你再望我，今天以后岸边爱坐剩低是我。记起那一天的你在同路和悲歌，只伤心我未曾像你爱那么多。原谅我好吗，请你再望我，今天以后岸边爱坐剩低是我。今天以后岸边爱坐剩低是我。唔记得咗嗰句点唱。Oh my god！I'm so sorry 啊，小明，如果你睇翻呢个重播嘅时间咧，I'm sorry， sorry， 多谢 Kita 哥，多谢你嘅 super chat，thank you。系啦，呢首叫做咧一首独唱的歌，系嚟自我哋关淑怡嘅一首歌啦，咁亦都系明祖咧上次嘅一首点啊，唔系，系上上次嘅一首点唱歌，系一粒咗。其实关淑怡好多好歌噶，都好听，好耐冇听过呢个一首独唱的歌啦。Hello Joecom 你好啊，系吹吹又攞咗只虾出嚟。我唔记得咗嗰句啊！突然间空白咗个脑，到现都找不到关淑怡各种唱腔，咩意思啊？即系到现都找不到咩意思咧？唔明啊！唔明啊 ，Water Boy， 我唔明呢句啊！食咗螺丝系啊，食咗螺丝啊，郑小姐。已经好好啦，多谢球哥 ，thank you。小米唱独唱，小米独唱这首歌唱得好甜。呢首歌叫做一首独唱的歌。啊，找不到第二个，哦，找不到第二个关淑怡，佢系比较特别嘅，佢嘅唱法啊，各方面都系好特别，所以佢辨识度好高。好啦，咁啊一首独唱的歌嘅哈碌版咧就唱咗啦。咁啊，我哋嚟紧有呢一首歌，嗰种迷幻嘅唱腔，佢嗰种除咗系当然系佢嘅迷幻唱腔之外咧，其实佢都有加少少嘅 effect 喺入边嘅，应该好听。喂 ，Hi 阿亮，你好啊，阿亮。喂，大家，你哋。订阅咗阿亮未啊？佢咧近排咧开始摆啲歌上 YouTube 啦，咁啊，大家可以订阅下阿亮啦。如果未订阅嘅话，可以订阅阿亮啦。吓，咁啊，就系嗰个好听啊，嗰个吓就系阿亮啦。咁咧就可以睇到咧，听到佢入边咧一啲佢演绎嘅歌曲啊，佢咧近排开始咧就好努力咁样咧就上紧一啲歌啊。吓，大家可以去欣赏下佢嘅歌曲啊。like 下，俾啲留言咁样啦，唔使谢，唔使谢，哎 ，friend 嚟噶嘛，讲呢啲，好啦，嚟紧我哋有呢一首歌，咁呢首咧亦都系我哋今晚咧准备咗嘅歌入边嘅最后一首啦。咁跟住我哋就会唱一啲嘅即时点唱啦，咁睇下
大家有啲咩即时点唱，头先写咗出嚟嘅。好，呢一首。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成灰。除非放下心中的苦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美，才懂真情可贵。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成灰。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，才懂真情可贵。遗憾，嚟自许美静嘅一首歌曲吓，遗憾。
亦都系我哋 Sam 哥嘅一首点唱歌啦。同时间亦都多谢 Led 睇下先，亦都多谢Sam 哥嘅 Super Chat 啊。Sam 哥就话咧，遗憾啊，十个月冇唱，依然咁完美好听啊！多谢多谢 Sam 哥，多谢你嘅 Super Chat，Thank you 看看。睇下先，碌翻上去睇下大家讲啲乜嘢吓。星期六几点开始忙？哦，其实星期六几点？星期六我其实两点钟已经要过去了，所以咧。因為之前咧仲有一啲類似彩排嘅東西啦，咁有啲嘢要準備啦，咁所以咧就都好早喎 ，Willow 讀，難得有情人，難得有情人上一集唱咗 ，A Wave， Thanks 唔好客氣啊，想聽阿亮唱玩出火喎、啊，阿亮，我 WhatsApp 話想你唱玩出火，有冇啊？有冇呢首歌喺度啊？暖之月咁就话咧，阿亮系啊，你可以睇翻第一百集，第一百集咧就系阿亮嘅上嚟做嘉宾啦。咁啊，期待期待嚟紧，睇下仲夹唔夹到时间揾阿亮上嚟再唱歌啦，好嘛？阿亮唱歌好听噶，暖之月咁，你一定中意。睇下先吓 ，Hello 青青你好啊！听两粒音已经知道是 Sam 哥song 啦嘛，好犀利喎！你果然对 Sam 哥好了解啊，阿 Raymond 哥，阿乱之咁就话咧，近期谂唔到啲古灵精怪嘅歌俾小米唱，咁你可以谂啲正常啲噶嘛？做乜要谂啲古灵精怪嘅俾我？谂啲正常啲嘅咪得咯，好听就得噶啦，其实好听容易唱嘅。V 老督就话咧，阿亮我已经订阅咗你啦，你唱校长嘅歌好好听啊，系好正嘅唱。最希望小米唱一夜倾情，我未练啊呢首，我见到你有留言，但我未练啊。去到边度 ？C K Lee，Hello C K Lee， 你好啊。恋之预感就话咩啊 ？V 老督，我要听恋之预感，终生名菜，唔识唱呢首，睇到终生名菜都知道系日文歌，搞唔掂。Captain 就话 Sam 哥咩啊 ？Sam Wong 歌 song， 耶系嘛？阿伟嫂就话咧 ，Raymond 哥出品必属佳品啊！哦，阿亮话冇啊，即系嗰首玩出火冇啊，但系佢可以试下录嘅咁样。咁啊，你多啲去睇下佢究竟有冇出到呢首歌咯、啊。阿亮系 Alan 嘅代表代言人，咁夸张？代言人啊，代言人啊，阿亮听唔听到啊？代言人啊！啊，跟住然之后咧，比比来电雨中交响曲系嘛？好，等等下，阿皮仔帮我写一写好吗？唔该你。阿 Water Boy 就话咧，阿亮玩出火系好嘢嚟噶，好嘢嚟噶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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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系啦 ，Facebook 嘅朋友，如果你哋想有互动嘅话咧，咁啊入嚟YouTube 啦，因为咧 Facebook 嗰度已经close 咗啦，咁就你哋可以继续 keep 住咧喺度听歌嘅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即系如果你想有互动嘅话咧，或者你想同我讲嘢嘅话咧，咁啊，可能要移玉报到我哋嘅 YouTube 上高啦吓。小米，我系阿坚啊，哦系啊，点解嘅？点解嘅？我要睇下睇翻，你用住呢个 account 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多谢 Raymond 个 YouTube 系嘛？好啦，睇下先，上面有啲咩嘅歌呢？哇！一嚟就已经白金升降机啦，望望望，人在仰望。但我今日咁 elegant 吓，唉，好啦，见系你啦 ，Bonnie Mark， 见系你啦，咁啊唱一唱白金升降机啦。OK， 咁啊横掂都听咗都有呢度一二三四五六都有六首嘅慢歌啦，咁我哋听三首快歌啦，嚟啦！
望望望，人在仰望，要看我哪娇美妆。一身星光，像有千只火箭碰撞。难怪咚咚咚，人在空洞，各界要抢先赞颂。冲冲冲，从零太空色速也震动震动。而我像乘坐白金升降机，直上顶尖地，在宇宙中踏着月星准天机，地球着迷跳起。亮亮亮，燃亮四面，我以笑发光发电，闪闪闪闪，令到黑暗失去信念。我就像在云雾里面，睡眼看四方八面，不需飞箭便会飞，不需要接受训练。而我像乘坐白金升降机，直上顶尖地，在宇宙中踏着月星准天机，地球着迷跳起。在宇宙中踏着月星准天机，地球着迷跳起。多谢多谢温比阿姐，喂嗨你好啊，唔声唔声啊，唔声唔声，跟住然之后就一路喺度出出出啊，多谢多谢你嘅支持啊 ，thank you， 多谢你咁多嘅支持啊，多谢你 ，thank you。喂，头先讲咩？估唔到白金升降机呢首沧海遗珠嘅歌曲会俾唱红，其实呢首歌咧真系好有好有氣氛啦嚇，咁啊，再加上咧，真係而家可以叫咩？其實我覺得都唔算係滄海遺珠啊，都好多人識唱識呢一首歌嘅，都好紅嘅，其實真係。不過係咪以前唔紅咧？因為我知道嘅時候已經好紅噶啦呢首歌。啊，多謝多謝，好多好多好多嘅温比阿姐 ，thank you， 多謝你。好，睇下先吓，白金升降机，去年10月23号咧，真系唱到跳起啊，系嘛？系啊，我而家我见到 Captain 打晒关斗，好正，好搞笑。大家咧都系即系跳下舞啊，咁样样噶嘛。跟住，但系咧，阿 Captain 系处于一个 twins 嘅状态啊，打关斗咁啊，失手翻。哎，连 Bonnie Mark 都在执手翻，多咗个公仔，呢个咩公仔睇唔到？佢捉咪揸住波啊，嗰个系咪？唔知咩嚟嘅咧，嗰个。温地饮歌系啊，球哥我跟你学嘢噶咋咁啊？睇下先，跟住咧。呢首歌以前咧被遗忘过，哦系啊，咁点解会无啦啦走翻出嚟嘅呢首歌？是阿良，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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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诶、啊啊啊欸，你系咪特登走翻过去睇翻第100集啊？你如果有时间咧，你翻睇下100集啊，阿良唱歌真系好正噶，好好听。雨中交响曲系嘛？Elegant look 更加改为狂野 look， 呢个系着住 elegant 嘅衫，跟住然之后唱住狂野嘅歌，系啊嘛，系啊，你如果有时间得闲咧，唔使煲剧啊，你套剧煲完未啊？应该煲完啦，系嘛？上次两集都两日都33集定三十两日31集，咁你应该用大约三四日左右就煲晒噶咯，55集嘅话。
咁你而家如果煲晒啲剧嘅话咧，咁我去睇下第一百集啦，欣赏下阿亮唱歌，阿亮真系唱得好好听噶，我相信你都会好中意佢嘅。好啦，咁咧，我唔系睇呢度咯，我睇呢度咯，而家几多点啊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咁快就10:04咯，我哋唱多几首啦，跟住然之后就二选一啦，我哋10:30开始二选一啦，好嘛？好啦，咁我哋咧 next 咯噃。